尤其九夏老师跟徐正老师还有肖理事长啊，我想每一个有意义的事情的背后啊，都有所有的人都怀着一颗很善良的心啊。那我是一直觉得信仰的本身，那个初心就是一个善心。国民館のここ関東の皆さん、本当に温かいご協力をいただきまして、このお二人の展覧会が開催で、援助金が寄せられたことテレビで聞いておりますが、とても感動的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另外也都做前策的，陈董事长、邱长、黄董事长，大家好，那个各位朋友，大家早安。其实这次的展览真的是要感谢。Thank you.